在上个星期我们谈到了 CVT 变速箱，因为它是马来西亚市占率最高的变速箱，那么排名第二的是谁？其实大家应该想不到，它就是 DCT。 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聊一聊 DCT。 为什么以前的 DCT 呢，人家听到就会害怕，但是现在却那么多人使用？在影片开始之前呢，就先请大家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分享一下啦。如果要讲到 DCT 变速箱呢，在马来西亚市场呢，有两个品牌我们一定不能 skip 掉，一个是 Volkswagen， 一个是 Ford。 为什么我这样子讲？这是因为呢，他们是最先在马来西亚大量使用双离合器变速箱的汽车品牌，其中就以这个 Volkswagen 的 DSG 最知名，然后 Ford 的 Powershift 呢也有一定的粉丝啦。那么在当年呢，就必须讲到 Volkswagen 的这个经典车款 Golf GTI， 他们在上面首次采用了这个 TSI 跟 DSG 的黄金组合。讲真的，那个年代只要你开过拥有黄金组合的车子呢，你一定会爱上他们。之后呢， Volkswagen 也在他们旗下的平民车款，例如讲 Polo 啊，例如讲 Golf 啊，大量的使用这个 TSI 跟 DSG 的变速箱。除了 Volkswagen 之外呢，这个 Ford 也在他们旗下的车款，例如讲 Fiesta， 例如讲 Focus 呢，使用名为 Powershift 的六速干式双离合器变速箱。那么我们说回 Volkswagen 的 DSG， 在当时呢，它有两款 DSG， 分别是七速的干式双离合器变速箱 DQ200， 还有六速的湿式双离合器变速箱 DQ250。那么 DQ250 呢，普遍出现在那种比较旗舰的车款，或者是钢炮车型，就例如我刚才讲到的 Golf GTI。如果是讲普通版本的 Polo 啊，或者是 Golf 啊，或者是 Passat V7 呢，它用的就是这个七速的湿式干离合器变速箱。那么主要的灾情呢，其实也出现在这个干式双离合器变速箱上面啦。我在2015年的时候呢，开过 Volkswagen 的媒体试驾车，也就是黄金组合这个 Twin Charge TSI， 还有这个 DQ200DSG 的捷达。我必须讲老实话，那辆车的动力表现呢，真的是让人很惊叹。油门稍微深一点呢，它的前轮就开始打轮了，所以可以感受出那个时候 Volkswagen 的车子呢，马力性能就是它的主要卖点。而且在它的马力性能都那么出色的前提下，它的油耗好到吓死人，一个满缸跑 800km 基本上问题不大。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是蛮喜欢 Volkswagen 的，可是之后呢就开始爆出这个 DQ200 拥有的大面积故障，导致了很多车主都遭受这个问题的困扰。那么 DQ200 主要的问题在哪里呢？根据一些维修人员或者是车主反馈呢，主要就是因为这个 DQ200 呢，在这个高负载的情况下工作，例如讲时常塞车，还一直要换挡，或者是讲呢你比较激进的去开它，那么牙箱在一直频密换挡的情况下呢，它就很容易出现过热。因为 DQ200 呢是一个干式的双离合器变速箱，它并不是说没有这个变速箱油，但是它的变速箱油基本上是比较少一点的，所以会很容易导致它过热。这个也是为什么 DQ200 会容易出现故障的主要因素。随后呢， Volkswagen 也试出了一些解决方案来解决这个 DQ200 所遇到的问题啦。例如讲呢，他们让这个变速箱的 TCU 不要那么激进，换挡比较柔顺一点。所以如果你是开过以前的 DSG 跟现在的 DSG 的话，你肯定可以 feel 到他们的差别是很明显的。然后除此之外呢， Volkswagen 也推行了一个新的政策，就是这个变速箱油更换一个名为矿物油的全新变速箱油啦。不过根据我们向这个车主了解啦，就是讲他们在更换了这个矿物油，然后更新了新的 TCU 之后呢，这个故障率确实有降低，但是这两个方案呢只能降低这个 DQ200 出现故障的几率，并没有办法完全的避免。 OK， 这个不是我讲啊，这个是有几个车主跟我告诉我一样的事情啊。当然我知道我讲到这一点，很多人会反驳我说他们的这个 DQ200 用了这个矿物油跟新的 TCU 之后就没有问题了。不过我也必须讲一句啦，其实在目前的全球范围市场呢， Volkswagen 已经开始放弃这个 DQ200 变速箱了。例如在中国市场呢，他们跟这个他们的子品牌捷达呢，就弃用了这个 DQ200 转而使用这个爱信提供的六速自排变速箱。至于在国际市场呢，他们也采用了爱信的八速自排变速箱。就例如讲之前在本地曾经短暂卖过的普通版本 Golf Rally， 它用的就是爱信的八速自排变速箱。只有在 GTI 或者是 R 版本呢，你才会看到这个 DSG， 而且是湿式的双离合器变速箱。这个就是最好的答案啦。
无独有偶，使用干式双离合器变速箱的 Ford 呢，基本上自己也是有遇到这个问题。尤其是 Focus 跟 Fiesta 的车主呢，也是时常投诉这个双离合器变速箱遇到故障，也因此之后 Ford 直接弃用了这个 Power Shift 的双离合器变速箱。就例如讲，在2016年呢，本地版本的 Ford Focus 呢，直接更换成了 1.5 涡轮增压引擎加六速自排变速箱的选项。之后呢，在这个 Ford 的车款上面，也很少再看到这个双离合器变速箱了。讲完了以上的案例之后呢，不管你是有经历那个年代的驾驶者，还是没有经过那个年代的驾驶者呢，你应该都会好奇，为什么我开头讲这个 DCT 呢，是马来西亚市占率第二高的变速箱。其实是有原因的。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技术进步了之后呢，这个 DCT 的技术成熟了很多，目前也很少会出现这个大面积故障的情况。第二点就是在目前市场上的双离合器变速箱呢，普遍都是湿式双离合器。然后第三点就是马来西亚的国产品牌 Proton 在跟吉利合作之后呢，在旗下的新车款呢，大量使用双离合器变速箱。目前这个 S70、S50、S70 还有 S90 呢，都是使用这个七速的湿式双离合器变速箱，加上一些欧系品牌，例如讲 Volkswagen 啊、BMW 啊、Mercedes-Benz 啊，他们在他们的入门车款或者是 performance 车款上面，都还是会使用双离合器变速箱。所以目前这个 DCT 呢，它的可见度已经比这个 Auto， 也就是传统的自排变速箱更高。那么 DCT 变速箱的好处在哪里？因为其实本体上 DCT 是一个手排变速箱，它只是依靠电脑控制两组离合器，一组离合器控制1357的档位，一组离合器控制246的档位，所以基本上呢，还可以做到很快的换挡，然后动力流失小，所以搭载 DCT 的车款普遍上它的动力表现都不错，而且油耗也很低。那么它的缺点在哪里？它的缺点其实跟 CVT 有一点接近了，就是你对于这个变速箱你要很小心的照顾，尤其是这个油格啊，还有这个变速箱油真的是要定期更换，而且可以的话尽量不要拉它。不过讲老实话，讲公平的一句话，就算是 auto 都好呢，你一直去拉它，然后你不照顾它的话，它也一样很容易损坏。不过幸好的是，新一代的双离合器变速箱到目前为止呢，都没有大面积的故障，尤其是 Proton 了。 Proton 自从2020年开始呢，就开始使用这个双离合器变速箱，一直到现在呢，距离已经快四年了，还是没有什么人投诉它有大面积的损坏，所以也确实证明了这个新一代的双离合器变速箱问题少了。那么现在问题交回给荧幕前的各位啊，如果是给你的话，你会选择传统的自排变速箱还是双离合器变速箱？可以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讨论啊。如果你是 Volkswagen 或者是这个 Ford 的 Power Shift 车主的话，也欢迎分享你的使用心得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影片的内容，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，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，拜拜。